在 Austin High 买甜之物啊，价钱最便宜的啊，就是这间了。阿辉啊，要加八倍。我加爆料，我加爆料。台商店，因为业者都看好这里，都来这里变现。我祝福你身家过亿，事业顺利。买房卖房记得找我们拍摄，看房兄弟。今天我们来到了 Austin High， 不是讲私立 Austin， Austin 独大比较远的 Austin 啊，它是正中心的 Austin High， 然后它的后门是去到三位的。OK， 这里呢，大家都懂，这里的物质非常的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很成熟，然后商业圈很发达，很多人要买这里物质，所以它的需求量很高。来到一间 cluster 甜之物 ，OK， 这整个礼拜哦，我好像都是在拍 cluster， 还有一个特点，这整个礼拜哦，我好像都是在拍 unblock view， 就不是面向物质的3480的 Austin High cluster。OK， 它的优势是什么？你懂吗？如果你们要在 Austin High 买甜之物啊，价钱最便宜的啊，就是这间了。方向也是很漂亮，这里的价钱差不多甜之物啦，需要100万以上。不过我今天带你看最便宜的先，100万以下。Okay, Austin High 的特点是富人区3480，平常的我们的甜之物只有3270，所以它宽跟它的长啊，比人家大多一点。前面就是 Austin 打 golf 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你物质的特色就可以看到这些风景。如果你的家是靠近打高尔夫球的地方，就会吸引那种财务自由的人慕名而来。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五雷档 ，Austin 就是出名很多娱乐活动，还有参观，还有国际学校。所以你看繁忙时间特别热闹的。我还有一个保险朋友，每天约喝茶都是约 Austin 这边。你看他旁边80尺长啊，真的是很长。在这个寸金寸土的地方，你比人家多一寸地。升值空间可能比黄金还来得高啊，所以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快点来给我买这间4房2厅。旁边这个门开进去就是饭厅，窗帘的颜色用青，还有前面是扩建好的厨房。你呢要去吃东西，你外面就是一排商店，因为业者都看好这里，都来这里变现。如果你的车超过4辆，你可以停外面。哇，它的方向真的漂亮、啊、有没有符合到你的形象呢？ OK， 鞋橱已经做好的，只是我们不好意思把鞋放里面，毕竟客人嘛。前面就是玄关，如果你没有拜神啊，你的客厅空间会更大啦。屋主呢，他是向往更大间的屋子来搬，所以呢就叫我们卖全场最便宜的980千。这间屋子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装修，所以还有一些地方要维。可是如果你是喜欢它的地点、它的方向，还有3480超大的空间，这间绝对是唯一的选择。好啦，我不要再哈笑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我就想起了温馨的一句话：阿辉啊，要加爆米、啊，我加爆料，我加爆料。你们还记得你老婆为你准备的食物吗？左边就是阿辉妈妈煮饭的地方，右边呢就是阿辉妈妈睡觉上厕所的地方，不用爬楼梯的，我们俗称长辈房。所以你们要尽孝要趁早。其实孝顺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今天我就来教你们，只需要买一间屋子给他们住，你就很孝顺了。重点是要给我买。没有啦，开玩笑不了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尽孝，不一定要买物质。比如讲你现在去到厨房倒一杯水给你的老布啊，那个很大的厨房就在我前面。 OK， 整个客厅的设计它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它是3480。看它客厅啊，它是以褐色还有中国风为主的，把你的厨房跟客厅隔开。你们的 dining table 要放哪里？你们看旁边这个窗口就可以了，就是放这边。你知不知道走楼梯的滋味？真的让我有点累。还有它的颜色搭配得很美。楼上有3个房间，你们随便睡。OK， 我们来到了它的中厅。中厅也就是你第二个客厅。这里有个优势，就是旁边有阳台。然后再转过来，这里就是传说中开窗出去站在阳台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总共有4个房间4个厕所，旁边做了一些装修，因为它屋子是比较宽的，间接就导致主人房还有那么大的溢出空间。每个窗口都做好了铁花，把小偷吓得找爸爸。这个厨你可以不用换，当你买的时候新新的，然后再搭配地板颜色很搭配。 Austin High 我有好几间屋子要卖，如果你想要预约看房，我会一次过带你看2间到3间。楼上的3间房间都有厕所。它的甜之物还有个优势，那就是光线充足。其实我发现如果光线充足的房间、住在里面的人很精神的，因为我看过有的房间真的是暗到太阳晒屁股的机会都没有啊。那厕所我没有开灯啊，都可以这样亮啊。我带你去看最后
有一个房间。每当你看我唱歌的时候，就是我雌雄的时候。 OK， 这是第四间厕所，也就是最后一间厕所，也代表这间房间是最后一间房间，所以我们相处的时光就剩下最后几秒。所以你们可以留言这个视频我做得好还是不好，如果不好的话我会好好检讨。如果你们想出售你们的房子，这个电话号码斗龙打一下，我们拍摄视频帮你出售，还有团队也是一起帮你出售。公司的 agent 不多，也就400多个咯。祝你事业顺利，身价过亿，买房卖房要拍摄，要看房兄弟。